后东南，地利象山，海山仙子，东方不老。天舟进发，雪浪滔滔，万象山海，鱼开天下。大海啊，你无比宽阔的胸襟，包容着来自五湖四海。大海啊，你以英姿勃发的姿态，传唱着多情多姿的渔歌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象山的渔民兄弟们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陶安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张倩。这里呢是有着千年渔乡之称的石浦镇。石浦镇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，古人有诗形容：人家住在潮烟里，万里涛声到枕边。现在的石浦镇已经成为浙江省对台贸易实验区、开发海洋、利用海洋的绿色桥头堡。旌旗飘飘，千舟大。